啥玩意儿这么大个？妈妈，开饭了，咬一小口。真得劲。妈妈呐，你看你吃这么好，大猪心，啊，那外面流浪狗啊，连饭都吃不上。不能吧？妈妈，干哈呀？咱俩商量商量呗，以后把你每个月的伙食费拿出来一半资助他们，行不？靠路啊。给他们整点狗粮吃，行不行？咱家就不缺那玩意，不用扣我伙食费，要扣扣元宝的，他比我吃的好。妈妈呢？你这大腿叉子啊，你小心一点，我的手指头，听见没？放心吧，你还不相信我咋的？这大块肉配点小烧酒，那太老嫩了。下回烀肉时候给我放点盐，有点淡。放点椒盐也行。以后咱们在小区后面弄一个流浪狗的那个救助小那个小救助站，行不行？要把你的伙食分一半。为啥分我的呀？天天领你去喂他们去，行不？大老板不差我这点伙食费。去看他们行，给他们拿点狗粮和肉肉，但是不能分我的。都给你吧，这一口。你都盯了好久了都。我再不快点吃，你就给流浪狗了。咽了，孩儿了吧了。这是血水吗？太腥了。孩儿了来。记得点关注哦，叔叔阿姨们。好好